是中天上之王，是精神上的变态，是无数人民的牺牲下来，得见圣王，我朝皇帝的内心感动，比不难以形容。 是东塔接受海市蜃楼一切，又比西宫当记录。这，竟然是海市蜃楼，竟然是海市蜃楼。 就在我朝皇帝即将崩溃之时，天罡及时雨，有震撼的一击，我不能放弃。海市蜃楼是根源的迹象，圣王一定在附近，我不能放弃。